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词里有家国情怀，有英雄血性，有人间真情。综合频道 CCTV 一《千秋诗颂》，聚焦国家统编语文教材200多首诗词，依托总台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时节，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中央广播电视总启动。那背后的关键基础之一，随着和总台的深入合作，实验室的模型在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表现以及和媒体编创的实际生产流程的融合上，是逐渐显露出了重要的特色优势。这种产研结合的新的技术发展的模式，将可以使得我们国家的技术发展走出差异化的道路，并且形成我们的文化特色。运用 AI 技术重磅推出系列国风动画片，好雨知识集，当春乃发生，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故人西辞黄鹤楼，樱花三月。